又到了候鸟拜访台湾的季节，台湾各地的湿地都热闹了起来，与湿地共生的社区也展开了不同的生态行动。今天我们要带您去看候鸟社区的故事。背着沉重的装备往中央山脉深处前进，研究人员想要探索水路的生态之谜。每一次在山林相遇，总是带来无限的惊喜。到底他们住在哪里？喜欢吃什么？在哪里活动？一起跟着我们上山追寻路踪，解开路谜。他的身影高大圆润，他的步伐沉稳却轻盈。曾经，他的族群数量少到被列入保育，如今他们不但重回一度消失的领地，而且还带来了难解的谜题。时光倒转20年，山岳还是一样奇丽，却几乎看不到水路漫步其中。20-30年前呢、有关水路的资讯呢、其实在野外的是非常的少。那主要的话是那个时候水路呢，它的一个相对的经济价值，很高，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猎人到山上去，活捉或者是猎杀这个水路啊，拿来卖。所以这个市场价格好，就会影响到水路的它的存活。很久以前，水路是全台广泛分布的。根据日籍学者陆野忠雄的记录，从海拔300公尺到3000公尺都有。数十年前，他们因为狩猎压力逃向崇山峻岭，高山上森林提供了躲避空间，广大连绵的草坡仿佛天然牧场，常见的玉山箭竹就是他们重要的食物来源。到玉山箭竹的养分跟比起其他比如说高山芒草啊，或者是山区的一些杜鹃科植物的这个养分来说是不一样的，那做出来它的那个蛋的含量就等于是动物吃到它可以喝的蛋会生成蛋白质嘛，所以蛋白质的量取得透过取食玉山箭竹的话，它可以得到很好的钙和磷的含量，那它的钙和磷的含量的那个数值呢，那也是不错的。躲在高远山区静静等待，直到保育意识抬头，狩猎压力减少，在许多地方，他们族群数量逐渐恢复。现在想亲眼见到水路已经不难了，只要往高山走去。属于热门高山路线的嘉明湖，原本以天使之泪的美名吸引着登山者，如今这里变成山友的水路圣地。许多人来到这里，不只为了欣赏高山湖泊的绝美，更为了与水路相遇。哎呀，我看到你是椭圆形的，是好几颗对不对？大女儿刚好有7岁，上小一嘛，我就带她来体验一下。水路吓我一跳，我从来没有感受到那个那么大一大群的野生动物啊，就在我周遭，真的，一大群，那很震撼啊。至少有50只吧？啊，没有了。很多，前前后应该至少20只。在日落之后就会陆陆续出现，至少5点到。5点到？5点多，大概至少7点就会看到了。7点看到，而且它的鼻子超灵敏的。对，你在那里小便，它可能就会看你了。我找一张比较经典一点的好了。
高山湖泊同是水路与登山者的水源地，湖畔就成了人与路最容易相遇的地方。走向中央山脉深处，在最靠近天空的地方，薄雾迷蒙间，当他缓步走来，四目相接的刹那，难以言喻的欣喜，许多人上山来就为了见证山间灵兽的野性魅力。人们为路着迷，水路也被人们吸引。对啊，纵走路线的话，他们这边附近水路可能也许就影响到那个饮食环境、饮食方式啊，人类的什么菜渣什么都不知道不在吃。厨余嘛，像有些游客剩下的厨余他们不会带走，就是回归自然这样子。然后他们水路人请走之后，水路就开始啃了吃些那些东西。盐分啊，对，最主要是里面有盐分啊。因为在大自然界的话，像盐分的话，它们摄取量比较少。高海拔地区天然的盐碱地稀少，登山客的出现成为他们取得盐分的捷径。于是他们冒险走来，越靠越近。他在不高兴了，他在不高兴了，生气啊！好奇，你抓好奇。相遇是浪漫的，如何避免变成伤害却是严肃的。水鹿可能因此改变觅食行为，而他们身上的寄生虫或疾病也可能因此传染给人。水鹿跟人离得太近，那其实会造成一些 不太好的状况啊。因为像鹿科动物其实它是会带原肺结核的。对，虽然说现在还没有证实说有跟人互通传染过，但是其实会有一些危险性在。走在前往奇莱东林的路上，来自师大的严世清与他的伙伴并不是纯粹登山，他们每个人背着20多公斤的装备，是为了执行一项超级任务。这条路这样走几趟了？哦，这是第23趟了。23趟。对。就每次都很累，但是下去之后又忘记了，到时候再过一段时间有需要又来了。这群鹿迷不单单满足于和水鹿相遇，他们还想要了解水鹿的生活。阿比很累哦。哎呀，加油！花上2天的时间才能走到研究样区。抵达磐石山区的营地之后，即使夜幕低垂了，也不能休息。超过了，是看他如果不行就不要了。不要了，这个太挣扎了，不要，来把它放掉。那就把它解决了。等一下，等它解决了再解决。好，姐记得。没事的，先往旁边撤。
没事，先往边撤。一二三，走。为了让测量、采血等工作能顺利进行，研究人员尝试麻醉它，但体型庞大的公鹿带来了震撼教育。刚刚打下去之后，它就是因为剂量不足，所以它一直没有倒。嗯，那其他操作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刚刚这只公鹿会上榜？其实是因为陷阱里面有放诱饵。然后我刚刚有两只公鹿都跑进去吃，结果他们在陷阱里面打架。入秋的磐石山区，夜晚是接近零度的低温，研究人员彻夜工作，早上不眠。但是当太阳升起，帐篷内又高温难耐，想好好的休息都不容易。除了登山之外，我们还要在适应这边的一些气候，像昨天晚上大家都冷到睡不着，然后其实刚刚 早上大家又 热到也睡不着，对，所以然后又要忍受这种没水没电。这趟上山目的是要为两只母鹿上无线电发报器，以便于后续追踪。公鹿中网是意外插曲，整理好围网，再轮流守夜。上晶片、采血、测量、上发报器，一切必须在麻药生效的30分钟之内完成，并且确保动物不会在过程中受伤。看重量，65，可以。多少？65。60。枕头。枕头拉近一下。几斤啊？几斤多大？现在这个频率都是在动，它就是频率比较快的话就是在动。那像刚刚有突然这个间隔突然比较长，现在这个就是没有在动。
三年多来，有29只水鹿带上了发报器，但是台湾高山严寒潮湿，一半的发报器因而故障，顺利回收资料的只有13个样本。所以我们就是先利用这个无线电接收器去找到它的方位，然后去靠近它，之后我们就找个制高点，然后改用电脑跟这台接收器去把它项圈内的定位资料把它下载下来，因为每个项圈里面都有 GPS， 都会储存很多的定位资料。另外也架设红外线自动相机，两种方式同时进行交互应用。依照那个水鹿它不同的栖地环境，然后去架设自动相机，然后去了解它使用不同栖地的那个比例，然后以及它在不同栖地活动的时间。目前观察到的话是，就是白天的话，就是它可能会比较倾向在森林里面活动，然后在夜晚的话，可能会比较偏向在一种比较开阔的那个草生地。这项针对水鹿栖地选择与空间利用的研究，从2009年就已经展开，对他们的生活轨迹已经有初步掌握。现在看到它的活动范围，大约一年会活动的范围大概是6平方公里到15平方公里左右，都有。那这个范围是比国外的水鹿大很多的。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每一只水鹿它都有季节性迁徙的状况。它其实冬天都会跑到中海拔去，然后夏天又跑到高海拔的这边山区来。对，那这个其实可以提供我们一些保育上的思考。水鹿只分布在印度、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地区，属于热带物种。台湾水鹿的雄鹿平均体重有120公斤，母鹿平均80公斤，与其他国家的水鹿比起来，体型最小，而且住得最高。因为台湾水鹿其实有一个蛮特别的地位，就是它在水鹿的所有原始分布范围里面，它是纬度相对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它的海拔也很高，这是很重要的基础研究。因为刚刚有提过嘛，就是其实整个所有有水鹿的国家根本没有人，几乎没有人做过相关研究。对，但是其实除了台湾之外啦，像其他的国家水鹿的数量都是下降的，那只有在台湾是可能是有上升的情形。在中部山区，师大团队努力要探索水鹿的生活秘密。在南部山区，水鹿却带来了另一个更艰深的谜题。